44岁嘅廖碧仪系2001年嘅国际华裔小姐冠军。近年佢淡出幕前，买酒庄，转型行商，又重返校园，喺法国著名工商管理学院读书。至于感情方面，就至今未有着落。廖碧仪早前同朋友出海钓鱼，着住一身运动装，打扮得好随意，扎起头发，以淡妆现身，但都仲好靓女。廖碧仪去到海边之后，被海风吹到头发都乱晒，但佢就懒理形象，净系挂住好兴奋咁样介绍点样钓龙虾。之后佢为咗影到龙虾，仲擘大脚坐喺木板上，又不时豪迈咁狂笑，仲不顾形象咁露出双下巴，神态举动都十足大妈。由于嫁咗俾曾志伟个仔曾国祥，而被称为家嫂嘅黄敏奕，网民大赞系优质股。因为日前出席无线剧婚后事宣传活动嘅时候，有网民分享现场短片，黄敏奕侧身一刻，被网民大赞身形好正，话就算系女人睇到都心动，问点样练。有网民突然表示佢好似吴千语，就被反驳家嫂靓过吴千语好多，话吴千语瘦到好干。一个月前，由周星驰主导宣传过的 NFT 系列 Nobody 开卖之前，人人都想抢住认购，不少明星亦都有在网上分享由周星驰亲笔签名的金色卡片。不过一个月过后，现在又值多少呢？根据早前的资料显示，星爷 NFT Nobody 系列总数是有10,000张，每张是0.19527个以太币。当时每个星爷 NFT Nobody 成本大约需要3,548元港币。而在2月4日的夜晚8点发放之后，二手市场交易量亦都开始暴涨。第二日星爷 NFT 系列已经上升去到每张0.978个以太币，即是大约港币17,772元，升幅接近5倍。不过只是维持了不够一个礼拜，2月12号星爷 NFT 系列的地板价已经回落去到 0.54 个以太币的水平了。截至日前，星爷 NFT 系列的地板价又再一步向下探，跌到去历史性低位，每张 0.15 个以太币，相比在高位17,772元的时候减少了 80%。虽然对于大部分持有者来说 ,0.15 个以太币是所谓的破发，即是跌穿了认购价。不过由于近日以太币的币价上升，所以每张计都仲有大约港币4228至到3548的利润。相对地就跑输了买完以太币乜都不做的升幅了。早前黄翠如去到台湾拍摄新的旅游节目，而她的好闺蜜吴天瑜就专登飞了过去探班。今天在台湾有多一个朋友陪我一起，你估计来自哪里的？耶、yeah, ！我马来西亚的姐姐来了。有不少网民都被吴天瑜的样子吸引住，大赞她骤眼睇好像张希文和李思华的混合体。45岁的佢同翠如识于微时，喺有线结缘。而吴天瑜本身亦都非常猛料，佢系1998年马来西亚 Astro 国际华裔小姐冠军，之后代表马来西亚嚟香港出战国际华裔小姐竞选，虽然最后输咗俾叶璇，但佢落选之后就获嘉禾电影签约，之后获徐小明睇中签约旗下，力捧做电影女主角，但始终都星途平平，反而回流家乡发展仲成功。佢喺2014年凭住《香火》喺第3届金视奖中赢得最佳女主角，成为大马视后。事后唐诗咏自前年宣布离开 TVB 之后，除了拍电影之外，还去了日本学烘焙、做慈善公益探访、旅行、进修等等，放慢脚步享受生活。去年大楼的太太金比举办欧职工作坊， Natalie 不单止成为金比的第一个学生，还获邀出席金比细女的6岁生日会。当时金比特别发文感谢她准备气球，更加直言佢是可以倾心事的好朋友，可以见到他们两个交情非浅。而唐诗咏的朋友圈似乎也都越来越富贵，日前他就跟陈玲妮和梁洛施聚会，陈玲妮在社交平台晒出合照，见他们三个人手翘着手，非常亲密。陈玲妮其后更加在限时动态贴出了一段关于缘分的贴文，
还标示了两个好姊妹，估计他们三个是因为学佛结缘继而成为了闺蜜。TVB 新剧举行造型记招，一班主要演员都有出席。早前庄过接受我们专访的时候，罕有感讲到和狄龙的40年恩怨，外界又不时将他的仔姜卓文和狄龙的仔阿桑比较。啊，欣赏个咩？佢啲勤力咧，系啊，个个都系啊，其实庄个都系嘅，系啊，我最欣赏庄个嘅魅力，系啊，去到边度所有嗰啲我哋啲服装啊，所有嗰啲个个都，大家熟咗，大家都系好开心嘅开工。我哋做父母都冇得控制啲仔女究竟想点嘅，啊，佢认为，因为佢都大个啦嘛，佢认为应该佢做呢行或者做边一行都好，我哋系支持。不会阻止，将来失败成功是 他自己来的。即现在又不是他自己决定？当然是啦，当然是啦。有没有给意见去怎样下那些东西？其实我们的路呢，其实这么多年都差不多的，个个都是这样，要熬很久的，要很勤力的，又要机会的，所以这件事我经常都叫他看多一点，学多一点。美国歌手 Bruno Mars 日前被传出在拉斯维加斯知名度假村美高梅欠落高达$50,000的赌债，所以需要在赌场的酒店驻场唱歌还钱。美高梅就发出声明说欠赌债的新闻完全不是事实，强调 Bruno Mars 在美高梅没有任何的债务，中威和他的合作关系感到自豪，赞他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最具活力的表演者之一。他的娱乐品牌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，他们的合作关系源远流长，也都相互尊重。 Bruno Mars 从2016年开始就持续有在拉斯维加斯驻场演出，甚至还和赌场里面的酒吧合作规划相关的现场表演。张智恒 Steven 和老婆欧燕文不时都会戴信手头巾，和四个小朋友连吃饭和上学车费都没有。两公婆轮流在网上向网民求助，希望有心人可以帮手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。早前就有心人送迪士尼的年票给他们，文文分享了总值$5,112的四张迪士尼银卡，公开发文感谢对方。而日前就有网民在迪士尼偶遇 Steven 一家人齐齐整整和条条虎在度影紧相，小朋友看起来都很开心。不过都有网民心痛文文，觉得他憔悴了不少，说女人生完真的很伤心啊。